我说实话哦，我不排斥结婚。哎，不是，倒也不是，我这个人倒也没有那么爱钱，但是没有钱真的也没有动力。哈，结婚也不用，但是我还要签一个条款，就是说夫妻财产哦分开制。不以比你靠近，你比如说哦，要在一起，要绑在一起，这不能定啊，我们死都要在一起。其实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？因为我有个灵异体质啊，还真的，这个男生呢、啊，只要跟我交往超过三天了、啊，他讲出来的话，我就知道他要骗我，还是真心要对我好。所以你想我这样，我怎么结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一般我都用试车的啦，试一试就放他走这样子。一片模糊啊，风霜空，惨不忍睹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处在这种很尴尬的年纪，年过半百，每次呢都是我的女朋友，她要介绍她男朋友的爸爸要给我。爸爸。那这个我的朋友本来是跟我是闺蜜，如果她介绍她男朋友的爸爸给我，她要叫我什么？怎么叫？后妈，后妈。舅阿姨啊。对吧？后妈嘛。那这就很尴尬，那但是我也有考虑，因为对方有钱呐、啊，哎啊，所以我就有考虑啊，但是对方的年纪七十几，我又担心如果两个在房间里面太兴奋，他如果嗝屁了，我还被叫到派出所去写笔录，那我就衰了嘛。我说实话哦，我不排斥结婚。哎，不是，倒也不是，我这个人倒也没有那么爱钱，但是没有钱真的也没有动力。我的意思是说哦。我可以结婚，但是我会要求什么？因为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我的爸爸妈妈。嗯，啊，爱嫁过了，对，一定条件之一，我一定要跟我的爸爸妈妈。还好你酒较紧，我感觉。酒也不用，但是我还要签一个条款，就是说夫妻财产哦分开制。对，因为哦 AA 制。对，那不如比你较有钱。比如说哦，要在一起，要绑在一起，这不能定啊！我们死都要在一起。哎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先调查一下财力。对，表示你有真心爱我嘛？有的人他不爱。这样就有真心爱你。对。啊，财产分开制的，我真心爱你。爱我不爱我？对对啊，爱我还要用我？你们把我娶回家啊？不用，这样也不行哦。你还是要用哦。对。哎，对对。大概多久一次比较合理？大概三天一次。合理啊，合理吧。那你不能找超过50岁以上的。嗯，不一定啊，有的男生到老还是很用的啊。我大概快5年多了，在录加油美名的时候，我还有男朋友。那就是因为我在录那一段时间就是很忙，就没有时间见面。那个男的又一直撸到我又背台词，我早上4点多又要出外景，我再撸到我整个啊，切啦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太黏了啦。烦死我了，一点都不体谅我，我就快要爆炸了，那吵吵吵啊！其实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？因为我有个灵异体质啊，还真的。这个男生呢、啊，只要跟我交往超过三天了、啊，他讲出来的话，我就知道他要骗我，还是真心要对我好。所以你想我这样，我怎么结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一般我都用试车的啦，试一试就放他走这样子。太花言巧语的男生，你就不要跟他交往。可是这样子也不太准确，而且有些男生他本来就比较讲甜蜜的啊，不是不是，花言巧语跟甜蜜的话那是不一样的。好、那或者是说这个人，会常常跟你献殷勤，或者是常常，献完殷勤之后人就不见了，找不到的，找不到人。好、或者是说常常他会手机不离身。或者是如果你有交男朋友，他手机都是用那种防窥片，那个一定是有问题。如果是一个坦荡荡的人，为什么要用防窥呢？你又不是在谈国家机密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不是日理万机，你只有一只小鸡鸡而已，你为什么每天搞失踪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所以有迹可循呐、啊。机车吗？哦，就是不行。一般叫我付费我就不行了，我来试车我已经亏很大了，你还叫我付钱，那真的。